我们那一天呢、我们的马主婆要出来逛街，我们要比赛，看看哪一家装置的最好看哈、灯花装置艺术哈、还有表演，所以元宵节全国最好玩、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铺子市，铺子市的。照相机呀、就是那个阿姨或叔叔对着你们的时候，你们要把你们的灯笼拿起来，对，提高高，然后呢，要拍下你最可爱的一个照片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现场管控也非常的舒服，所以小朋友呢，在这边活动成长的话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地哟。